如果不点了赞，头给你砍掉。我是 engineer， 我又学会了一个词儿 ，engineer。engineer， 我是 engineer。谁做的关灯任务是谁？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？杀了我，杀了我！我来保护你，我来保护你！吼哈吼！是谁？等一下！是谁？是谁？谁？好，我完事儿。OK。沙利吧，哎，右边有俩。哎，这。哥，你快来！是狼是吧？哎呦，人有点多。哎，我已经把我身份报给秀子了啊！哎，反正我死了就是猴哥，我死了就是他的，那就是猴哥把我踩死的，我不管，过命的交情，好吧？来，开个门啊！我说我呀，刚才在灯亮的那一瞬间，然后走到了实验室门口，然后在实验室门口看到了这个王大谋的一个大鸡腿摆在那里，但是我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因为灯黑的时候我躲在小角角里面都没有敢动，然后当时听到了谁的声音，听到过仙的声音，听到过小薇的声音，嗯，我死这么多人，我没有线索，好吧，因为灯黑的时候我是瞎子，三三发言，我这把能铁保的就是小文，我俩在右下角那个礼堂一块出生，然后在那做任务，对吧？然后听到秀才哥在和猴哥说，什么我俩互相制造身份，死了就是对方猜的。那在我视角里，星应该是一张外置位单走的牌吧，包包应该也是。那我要听他俩发言啊，不，先发言。先是加拿大哥，没办法了，你们我外置位嘛，因为我单走做任务。你们非得要排我，我这把全程专走做任务的，我是个好人呐。我加拿大鹅，刺客狼，你猜不猜？不猜看不起你。过。完了，前这边发言没听见，拿快递去了。这个样子吧。那我，反正我在我刚才旁边啊，有秀才、西恩、小温吧，小温三三，好像是。在我视角里就是没有包包做大强，还有我的身份已经透露给秀才了啊，如果我死了那就是他干的，他就是他把我拆的，过。我就这么跟好人对话，如果你们相信我的话啊，我不能报我的职业，但是我有信息啊，如果你们相信我的话，我跟你们说，朱大强遭到了加拿大鹅，他自刀自爆，而且他这一波没有任何的信息。新人他说他是加拿大鹅，我不信，他在保他的狼队友朱大强，他保他的狼队友朱大强遭到了加拿大鹅，所以新人他报他是加拿大鹅，你懂我意思吧？所以这一波先把这个朱大强出了，这个王大谋绝对百分之百是个朱大强刀的啊，票朱大强，好人跟我票，过了。好，这里是秀才发言。哎呀，猴哥呀，你看看都死四个了。对怎么对嘛，你觉得我还能是狼吗？投朱大强过了。不，这一把稳健投仙，他穿了那个身份就投他。我跟你们说，我跟三是抱团的，然后悟空跟秀才是抱团的，是吧？那我们刚刚在黑灯的时候，只有仙一个人从右边往左边就经过我们，然后走到了你们面前，然后这个时候大强是从上面拍了鸡腿，行，就在仙来路。那么在我这里，那包包朱大强西恩是吧，西恩他是直接穿了个加拿大的，他是吗？他不是啊，直接投西恩，懂了吗？好人全票西恩过。行，对，包包，我是加拿大鹅，他是狼。哦，大强不可能，对我，因为我才是加拿大鹅。
先别报。先别报。你是鸽子是吧，猴哥？先别报。不是，那刺客没死。哎呦，你看，把左小强飘出去。过了，就我跟你说，仙和朱大强双狼，小温上一波归了仙，没问题啊。这把就把朱大强出了，出了。相信我，我是一个正义的人，好吧？过了，出朱大强，过了。包包说朱大强一定刀到加拿大人，但不是哦，因为我跟珊珊互报了身份，加拿大人是在的啊，珊珊是加拿大鹅啊，我觉得可以直接报了，这一票肯定是得投包包的。因为大强肯定不可能是，如果他是个鹈鹕，他上一把看到这个鸡腿，他为什么还要爆是吧？不过也不一定哦，上一把有没有弃票的呀？好像没有弃票的吧？鹈鹕应该是不在了，这票肯定是得投给包包的，因为他是刚张朱大强的。然后呢，现在加拿大是这一场的，所以不可能是刀到什么加拿大人。那么大强在我这绝对是做好的。然后秀才我能信，悟空我能信，三我能信的话，我觉得就只有包包你一个人了。肯定是票包包的啊，然后他用了这个拍饭的机会帮我们拍饭了。我觉得投包包挂。那我这把是会投包包的，因为没有证据的在踩我。那你刚才从我身边走过去，然后去开饭，我都没往你那边跑，我还生怕你是狼刀我，我怎么可能是那个狼刀到加拿大呢？这不可能的。所以包包现在这个行为，应该是狼了，所以我要投他一票过。我本来是想出包包的，但是朱大强这个发言让我一听，我就感觉他没有什么那种跳起来想打他的感觉，感觉自己没有被冤枉的感觉。你这啥发言啊，朱大强？猴哥，要不你归吧，猴哥啊！我只能保证我和小文绝对做好的。如果你能认秀才哥的话，那你就从包包和大强里面你归一个，好吧？然后我就投。不，行，我觉得珊珊说的。其实说的挺好啊，我说实话，其实本来我也想投包包的，但是你朱大强上一把这个发言让我很有怀疑，你是那只坏人啊。然后包包他这轮他是这个摇铃的，他是开饭的，那我觉得包包的这个身份就要比朱大强稍微好一点点啊。还有他上轮的发言，他属于是顺差，我觉得，他没有什么。就是他没有什么自己的逻辑，完全是照着我们前面的人说的，他说的，对吧？我觉得这轮可以投朱大强过。可以，我们来认可珊珊的打法，来投一手朱大强。可以，可以。哎，我要跟秀才一起走。哎，我们又出生在这个地方，没接受。哎，鹈鹕是走了的呀。哎，秀才你别走啊，还有个鹈鹕啊。啊，小温跟珊珊搁右边。他俩有一个是加拿大鹅。对，那个我觉得那个小温是加拿大鹅，小温是。对，看着小温像加拿大鹅，他这相当于是关一手灯吗？给珊珊一个那个身份，关一手灯吗？哎，不对，没有鹈鹕，没有弃票，没有弃票。嗯，那为啥游戏没结束？那不剩我们俩吗？所以我们俩随便刀，不就游戏就结束了吗？啊，可能有警长，啊，小心一点哈。不是，鸽子，鸽子也有可能。但不重要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我看看啊。做个摇铃去，可以走吧？可以。投石没有吗？这地方哪来投石了？哎呦，我看包包你钻了一个盔甲里啊。是吗？那刚刚外面的刀都是鹈鹕吃的，不是？是我们俩没有啊，都是我跟猴哥盗的。这把警长的问题，警长上来就被双刀了。没有，是我们的是咬盘错了。我以为鸽子钻不了。
我以为最多，我以为就秀才哥一个狼呢，结果双狼。好家伙，白对吧？我的锅我背了。好家伙，我的锅我的锅。我是快递狼。OK， 我建议去尿尿的直接投，去尿尿喝水的屎尿屁有点多的都直接投出去就完事了，肯定是狼。开个门啊！哦，真吧？我必将力挽狂澜，好吧，我必将力挽狂澜。害怕吗，秀可爱？害怕吗？我在点火，我在点火，害怕不？哎，怕，不害怕。我们现在是铁好人，好吧？这就铁好人了。对。OK OK， 那你跟着我，那我来保护你，我来保护你。好。好。哈。我有行动。是谁？等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是谁？哎！哎呀，我警长一刀没开，我又死了，我好气呀！看完影片别忘了帮姐姐君点个赞哦。